这一堆呀。这两天姚海龙的朋友们爆了太多了，这一批一批的晒，跟不上，我是要跟不上了。因为这东西吧，你虽然说这个要的朋友多吧，我也得给他把质量，对不对？把关好，给他晒得干干的，这还不行，我感觉还不够干，再晒，给他嘎嘣脆最好了。断了你们别嫌弃啊，因为我晒得太干了，断了一样吃。这次可能晒了又有个二三百斤吧，差不多吧。你别看这么多吧，它太轻了，一斤啊好几排。你看这个东西一斤就得称好几排，两千多条。再放在这里再晒个一两天吧。之后现在去赶海了，差不多天黑了，潮水退下去了，走。今天好冷呀，听说我们这边都下雪了的。你看这钱有点不正常。哇，这一堆呀，这几下是个下游。你看那边，这一堆呀，我得把袖子挽起来。刚才那条有点小，这条还行，还可以。哦，有螃蟹，我试试螃蟹。我不太敢拿了，螃蟹那天被螃蟹夹坏了都。挂住了，哎，挂住了，挂住了，它还叫嘞，咕咕咕的叫。这小小，这个小的不要了，这还行，这也可以。挂住了，等一会儿我再过来收你啊。先把鱼给它解完了。哎，那听懂我说话了是不是？听说我要解，它直接跑了。哎，龙尾鱼，这个鱼可嫩了，可好吃了。那它又叫。这边刚才听到我来了，直接炸了锅了。你看这水灰呢？噼里啪啦到处跑。哎，这个受伤了，死掉了吧？哎，还没死，这应该是被要么被螃蟹夹了，要么被鱼啃了。你看这个地方受伤了。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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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是龙尾鱼，最近这龙尾鱼太多了。这些都搁浅了的。鳗鱼，前面还有鳗鱼。你看这条，这条怎么这样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？它之前这个地方被攻击过，断过，断了以后吧，这个又活下来了，就长成这样。鱼坚强啊，这是个。这个我就不要了，这个我给你放了它。像不像个大蜘蛛啊？蜘蛛蟹，这个不要了。鳗鱼，哦，咬人这个东西还，哦，来，龙尾鱼，哇，这个鱼幸亏牙齿小，要不然让它逮上一口那就完了蛋了。太滑了，手上都是粘液。上前面再看看，哎，还跑到我脚底下来了，你上哪里跑你啊？看这边，哦，看这边啊，纤纤网的就知道了，来，看到没有？我去，这个鳗鱼死掉了，没用了，再敲。这条肯定也死掉了，没用了。这个鳗鱼特别容易死，这个鱼抗火。看，每一条，每一条都个头都还行吧。这条小，先往海螺都叫了。螃蟹，螃蟹，鱼，哎，去。
全刮住了，看到没？哎，这是母的哈，母螃蟹就是这种，底下是圆的，公的是锥子形，二母呢是那三角形。什么是二母呢？二母说白了就是大闺女啊，这个没怀过孕、没结过婚的大闺女。